你别误会，我只是觉得亲手杀死你，比看你被砸死有许多。别碰我，我自杀了。还想杀？之前我救过你一命，现在你救了我一命，我们扯平了。嗯，叶红雨。 你是我见过最强大的女人，没有之一。叶红雨，念圈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哪里有我叶红雨想来而不能来的地方？我要在这住下来。有些事情，我需要想清楚。你是以七星财星司司主的身份。 还是倒持叶红雨的身份在告诉我，我可不能为你去得罪那些你都不得不避讳的大人。少啰嗦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？那你要住多久？快吃，刚出锅呀！快吃，吃啊！ 大口咬，快！好吃吗？